11月25日，农历9月初9，重阳节，张纪中小31岁娇妻杜兴林发文，与老公共庆重阳节的杜兴林，不仅启封了去年亲酿的菊花酒，还蒸了秋蟹，自制了重阳糕，满满仪式感。除此之外，杜兴林还与老公张纪中一起登高赏菊，共话家常。在他晒出的照片中，张纪中一头白发，笑容满面，头发周围插着鲜花，状态非常好。此前10月22日晚，张纪中小31岁的娇妻杜兴林在社交平台晒出一段视频，视频中69岁的张纪中顶着一头标志性的白发，怀抱女儿小花仙张雨桐，几位朋友则围在一旁唱歌祝福，一片欢声笑语。